今天我们做一个板栗鸡啊。我好了吧？快了。表面在板栗。我板栗啊。多少好多？那还板栗在一个。鸡肉放进去，先爆炒一下，爆香了。把春节的面包准备准备。加一点女子，再加一点，这就不好喝，肯定啊。金黄色的，啊，爆再爆点，把板栗放进来。是爆炒的吗？嗯，板栗鸡啊，我们这个是板栗鸡，板栗鸭。好了，你帮我拿了。好的，我去看一看下宝宝。好。腌过鸡肉就可以，然后把盖子盖上，煮一下。差不多了，辣椒放下去。前两个都是什么？就是麻辣的。上面胡椒粉。哎呀，放点鸡精。这颜色还是蛮漂亮的，味道也蛮香的呀。这属于色香味俱全啊。嗯，是的，糊糊的点。少了一点，这个汁少了一点，就干了。这毛是好多油呢。嗯，有点啊。你把那个呢？嗯，吃饭了。这一个嘎嘎，还有七嘎嘎，吃你把那个。嗯，反正。这边都是嘎嘎。那我们吃饭了，下期再见，拜。